是故意装胃小。第三名呢，就是故意绕英文。第二名呢，就是表里不一。第一名呢？第一名就是考试啊。对，一。明明大家都说好不看书，他自己在那边偷看。对。会，女生最讨厌这种吗？会啊。可是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常这样。男生会吗？我觉得女生比较少哎，男生我们以前也是啊，我们是体育班有没有？我就开始要发考卷，哎，比如说妹妹十分，然后这次我们体育班都超低，陈建州24分，一丢的时候，因为其他人都10分15分，我们班竟然起哄的老师重考了，他重考，他数值有多低，你知道？重考啦，怎么可能20几？怀疑你作弊。哦，那数学老师，哇，这班真的是不救了。还要叫我去办公室，在那边重考一个人，因为那20几是瞎猜到了嘛，对，所以女生也会讨厌这种，嗯，可是我觉得刚刚第五个就是讲笑话会帮忙笑的话，那个应该很受欢迎，算好的。我喜欢这种女孩在我旁边，不停带着那种人笑声，对啊。好，还有什么的？好的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惊慌指数大调查。惊慌指数大公开，平常的周遭会有什么样突发事件让你觉得惊慌不已？咱们来听看妹妹怎么说。觉得是买了一堆东西就没带钱包，就是没得急救。我觉得这还蛮惊慌的。惊慌。对啊。小心是什么？因为我爸，因为我们家的门是比较宽的那一种，然后有时候我在穿衣服，爸爸突然说：“哎，妹妹啊！”然后说：“哦，我在穿衣服，你干嘛？”而且随着年纪慢慢长大，对，以前可能不在乎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我在的时候，因为我就很懒得去锁门，然后我这边大便，然后这边正要准备的时候，爸爸就说：“哎，我回来啦！”然后就把我的大便，对不起，他真的很惊慌哎，很尴尬。但老大应该无所谓，最喜欢别人看了。我哪是？你说我家里的设计，我觉得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哎。对啊，我们都不太敢看。是透明的，然后那个洗澡的地方跟大便的地方是都是互相看的，他乐于分享。那种是要没有整个视觉感，老大很崇尚大自然，跟大自然结合。那个是确实啦，我洗着洗着会自己陶醉起来。还有谁的？哇，瑶瑶，你这是女生都害怕的，这超害怕的，超可怕的。流出来，可能你走在路上，忽然你的裤子一片红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呦，这个我有很糗，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。我常常这样。丫头有一次，我跟她一起去百货公司买化妆品，结果她在那边位置上面试妆，试起来就椅子一片紅，而且椅子是尴尬的是椅子是白色的，然后那个是红色，超明显，超糗，超糗。然后我就这样去买裤子，超糗。哇，哎。你是什么？我是比如说自己以为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就穿睡衣，然后对，然后到处爬爬照，结果爸爸就会突然开门，哇，那个很尴尬。有时候爸爸会忘记你们已经长大了，对，无所谓的时候，你们自己会很害羞。因为我们长大了，嗯。那圆圆呢？因为他的惊恐跟别人不一样。对啊。有一次我看电影啊，就是看恐怖电影，看到最恐怖的时候，然后家里暗暗，然后就我一个人而已，然后突然就叮叮这样响，然后我就吓到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会是谁打来？而且是室内电话，就是不知道是谁打来。你在看什么鬼来电？哎，我也忘记耶。可是这听起来好像蛮瞎的哦。真的觉得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想到一件，可不是我写的。我突然想到，像以前宿舍的时候，就是洗澡啊，什么都是公用的，然后就是一间一间，然后你可以把衣服放在上面，放在那个就是墙上，墙上。但是隔壁也是一间一间，就挂着的，淋浴间那种。我有一次就是把就是洗头发的什么什么，结果我就是洗头发洗洗要换洗身体，就一拿肥皂啊，全部嘣嘣嘣掉到隔壁间。但又没有人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很晚了。对，然后我就很惊慌，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就一直叫有没有人有没有人，结果就没有人理我。然后就偷偷一看，好，应该是没有人吧，我就把门打开，裸体跑到隔壁间，把东西捡起来，再裸体关门赶紧去洗。这样蛮好的。对啊，有一个老伯伯直接干起立，不是，你不觉得裸体跑出去感觉？你在酝酿了。
笑点太烂，我会重来继续洗啊。有种就少讲两句。对不起，跟第一不一样啦。裸体也被吞，很弱。我想到我最惊慌的是什么？就到外面上厕所，就是真的受不了上厕所，卫生纸就擦卫生纸之后只剩下一张了，擦完就不够，糗了，这个时候要趁真的要趁外面没人，把门拿椅子堵住，水槽一开要上来。就讲过我那时候打篮球，打中华队国家队的时候，我在洗手台我就冲，然后要冲的时候坐在那水槽，我讲他韩国队，好来看一下惊慌的瑶瑶的演技，请看瑶瑶领先出演的惊慌指数会带给大家什么惊喜呢？指数状况题，以下哪些事件会让你觉得最惊慌？上厕所或者更衣室，门突然被陌生人打开，让人超级惊慌。哇塞，太美了吧！电脑偷看色情影片的时候，突然被老爸撞见，让人超级惊慌。拜拜，小心哦，明天见哦，小心哦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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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机掉在车上，在车后狂追，不知道追不追得到，让人超级惊慌。在外面上大号，在厕所没有卫生纸的时候，让人超级惊慌。跟你讲个秘密。不可以跟别人讲哦，不会讲，太重要这种事情。哎呀，真的，对，跟别人讲了，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